一首另类喊麦蹦跶蹦跶送给你们，喜欢的双击666能论那老铁没毛病，走 www.mchaoyanremix 闪耀的霓虹灯照耀我们的脸庞，我感觉今天在场的兄弟全都是色狼，跟随性感的舞步你们全部非常酷，这音乐可以嗨到让你的母猪都上树，我的声音就是这么性感这么牛逼，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我绝对拿第一，我觉得那舞台太小有点不适合我，希望我的声音可以传到世界联合国，这个世界让我觉得真的真的很奇妙，因为有种音乐可以让你欢呼和尖叫，就是这种旋律就是这种状态，歌者气可以让你享受最牛逼的喊麦，我说棒棒的你说，我说棒棒的你说，来吧今天在这